刚才头顶痛啊，头顶痛啊，我看这个膜啊，从那个挖的那个地洞里边，地洞里，哇，以极高的速度啊，飞出来，哇，或者这样，或者这样，哇，或者这样，飞的时候，飞的时候，嘣，它窜出去的时候。接触的有空气，啪，回流进去，就是把空气顶出去了嘛，顶出去了啊。一般情况下，怎么样是最好的方法？是一个接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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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接一个啊。这是最经济的啊，这是最经济的方法，把，如果停留一下啊，空气进去，再来一下的话。因为空气进去的时候减慢了他们速度啊，会减慢速度啊，是这个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这个就飞出去很快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啊，是这么一个，状况啊，是这么一个状况啊，然后飞出去以后，然后再，出去一个，然后再没有动力情况往下掉的时候，然后重新启动大功率的。啪，一下子就飞出去了啊！那、是这么一个过程哦，知道了，哎，再见，